这道菜没有对象的千万不要做。很久之前一个粉丝给我留言，他想看瀑布土豆，我拖了好久都没做的原因是真的太费手臂了，做完连我的麒麟臂都开始发抖了。一定要让你们热爱健身的男朋友给你们做哦。捣好的土豆泥过筛，你们别看这一步好像很轻松很治愈的样子，其实非常的费男朋友。四个土豆我用了250毫升的牛奶，搅拌至顺滑，加入黑胡椒、盐，还有一大块黄油，继续搅拌。等到完全融合了，加入三片芝士，继续搅拌。接着就是拉丝的关键，加入多多的芝士碎。给你们看看这拉丝可以拉两米的土豆泥，它可以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，浓郁的奶香和土豆香混合在一起，口感极为的细腻。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包个香肠、排骨、鸡翅，味道都非常好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粉丝问我快到圣诞节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做给他吃的，步骤很简单，只要三步，所以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棉花糖中间剪开，塞进好吃的麦丽素，用牙签固定住，随便买块黑巧克力切碎，隔水融化。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，要不棉花糖会融化。一个一个的摆在托盘或者烤盘上，放进冰箱冷藏一晚就可以啦。香浓的巧克力外衣，柔软的棉花糖，加上酥脆的麦丽素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懒得不行了，今天这一道你一定要学会。有很多人出去吃饭都觉得外面的牛肉特别嫩，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加水，抓匀了之后再分次加入鸡蛋、淀粉、油。煮好的米饭马上肥牛，中间留个洞，再焖十分钟。配方在屏幕上，味道就是煲仔饭料汁的味道。打一个蛋，再焖五分钟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杯好喝的。QQ 糖用绿茶水化开，凝固了之后倒上椰汁，搅散了就可以开始喝了。时间刚刚好，这个时候鸡蛋还是溏心的状态，淋上料汁，撒上葱花，翻拌均匀。你们看，我们两个人能解决到这么大一锅，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平安夜没有收到苹果的，快来你的男朋友做这一锅卤味吧。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鹌鹑蛋、葱白、生抽、老抽、冰糖、豆瓣酱，还有香料包，倒入啤酒，没过食材，藕片和海带吃一点加，口感会更好。看着这咕噜咕噜的画面也太治愈了，一份温暖的卤货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如果你不会煎牛排的话，一定要试试像我这样做。切好丁的牛排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去腥入底味，抓拌均匀之后淋上一点油，这样子牛肉会更多汁。将蒜、洋葱炒香，再铺上金针菇、胡萝卜丝，加入一点清水，牛排先焖着。芒果切丁打成芒果浆，提前冻好的牛奶敲成牛奶冰沙。自己做冰淇淋的好处就是吃起来会更放心。牛排焖好了，喜欢吃辣的撒上一点青红椒，和正常做出来的牛排完全不一样，不仅更入味，而且也很多汁，搭配着芒果牛奶冰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前两天看到他卷成一团，我才知道他胃又不舒服了，怕我担心说已经吃了药不疼了，但是胃不好三分治七分养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养胃古法春藕粉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特地去学的藕香斋古法六艺，原来是用磨泥器的，但是二十斤藕实在是太多了，磨了半个小时还是决定换成榨汁机，结果加在一起还是做了三天，让挤出来的汁水沉淀六个小时，最底下就会有一层肥牛顿体，装进纱布里挂起来风干一个晚上。切成薄片后放到太阳底下晒上一天，冲泡的时候要先加点常温水把藕粉化开，然后再倒入开水，记得一定要是刚烧开的水哦。藕粉里含有鞣质，可以抑制胃酸分泌，他吃了以后说胃舒服多了，我之后才放心，胃一直不舒服的要坚持吃哦。如果有的选，你是选吃虾还是吃蛋糕呢？做好的虾泥加入配菜，生抽、黑胡椒、盐，简单调味。
锅底一层薄油，虾滑的那面向下先煎至定型，煎至金黄后翻面。这可是哄对象的利器，一定要学起来哦。便利店随便买的小蛋糕掰碎，鲜嫩的虾滑不仅仅有清甜的玉米，煎过的海苔还有一丝嚼劲，再来一口烂得欲罢不能的草莓蛋糕，你们也赶紧去试一试吧。这个秋天让它给你来一份不一样的火锅，我用的是鸡腿肉，口感和肉质都会更好，这一块火锅料绝对是灵魂。等到完全化开再加鸡腿肉，火锅料和番茄的汁水味道特别的大，和平时吃火锅一样，加点自己喜欢吃的焖上一会儿。吃火锅嘛，那喝的就得解腻一点，青提要打碎一点，加一点蜂蜜绿茶作为茶底，这一杯特别的怪又解腻，时不时还能吸到青提的果肉。火锅鸡也焖好啦，番茄的汁水刚刚好冲淡了火锅底料的辛辣，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醇厚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沸腾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腌制十分钟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应该就是想和他走过春夏秋冬，尝遍柴米油盐。烧一锅热油泼上去，在夏末初秋的晚风中，给你爱的人来一碗沸腾虾吧。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吃鸡翅的话，那今天这一道一定要学会。虾滑里加点玉米，不仅口感更丰富，味道也会更好。捏住一边的开孔，用裱花袋把虾滑填进去。今天的酱汁用的是可乐鸡翅的酱汁。等到表面出现这样焦黄的时候，倒入料汁，盖上盖把虾滑焖熟。剥好的柚子肉倒出汁水，倒入满杯的冰块，用柠檬和蓝莓装饰一下，倒入雪碧。你们看，每一个鸡翅都鼓鼓的。咬开鸡翅的外皮，里面的虾滑就涌了出来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